这些全部都是。回来。这些资料都是公司的机密，没错，王杰不准你看。这是这两家公司三年来全部的资料，给我完成两份投资可行性报告，下午要宴请。这么多，怎么可能啊？相比恶意的质疑，多做一秒工作。 周总，请问我今天的工作是什么？这是两家公司三年以来的全部资料，给我完成两份投资可行性报告，下午6点前。好的。怎么又是同样的工作？周慕寒，什么意思？